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乖。直接主题，今天给大家推荐四个除了老花以外非常适合夏天的 Louis Vuitton 小包。今年1月1日发售的 Boosty 像不像 Passy 的改版，个人感觉确实要比 Passy 漂亮很多，更加轻盈优雅，没有年龄感。从它身上可以看到20到22这几年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时尚元素，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中古的回归。上一次涨价大陆从15300到16200，美国目前的价格是2230美金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包在亚洲地区卖得非常好，如果只从美观的角度考虑，四个颜色中白色和焦糖色都是不错的选择，不少大陆朋友都叫它新款法棍。从使用上来说，虽然它的开关口也是吸扣，但视觉上会比法棍的皮质装饰扣更大气，比起 Lock Me 和 Twist 的开关都更好用。同时还有一点非常不错的是，肩带有三种可调节的长度。下一个是同样讨论度很高的 Maria， 它比 Boosty 上市的时间要更早，在2021年的5月28。比起3月上市的 Easy Pouch on Strap， 我更推荐 Maria。这个包比较好的一点是，可拆卸的零钱包更实用，也更容易搭配别的同色系的包包。除了白色以外，这款包我更建议选择明亮的黄色和这种粉蓝色，这些有饱和度的颜色会将 IP 的质感发挥得更好。在过去两三年，整个二奢行业和代购圈都在唱衰 IP Leather 的时候，我一直建议大家入 IP 的产品，它基本算是 LV 最具代表性最耐用的皮质，维持包型的程度也是数一数二的。现在 LV 又开始大量启用 IP Leather， 如果你关注过 LV 的不同材质，就会知道同款中的 IP 的价格是要比其他非老化的材质略略偏低的。很多人以为这个包特别小，但其实它是可以放下长款钱包，容量不是问题，明显的问题是短肩带实在太短，上身会有轻微的卡肩感，而且包包类型上属于比较年轻的风格，和 Boosty 完全不一样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建议大家 Maria 选择高饱和度的颜色。Backtail 这款包在北美没有任何热度，我知道大陆还是有很多很多小仙女在考虑。我前天的视频也就分享过，除了 IP Leather 就是 Unprong Leather 比较实用。如果你问我的建议，不怕脏的话就选白色，其次是黑色和茶色，这种侧面拼黄色的 baby 粉要很甜美的女生才能背得好看。同理，这个拼亮桃粉的黑色要很酷很飒很起范儿的妹子才有可能背出味道。从包型上来说，这个包也确实没有什么特点，就是一个你看了之后觉得应该是什么品牌都能够做的这么个腋下包，但白色款还是可以作为夏日包包的备选。它还有一个 Maria 一样的问题，就是肩带的调节方式没有像 Loop 像 Boosty 这种暗扣类的调节更方便。Bubblegram 这个系列是今年4月29 launch 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社交媒体，不管是大陆还是美国，已经发售一个多月了还是没有什么动静，依旧是各地的 SA 和头部红人在推。这种感觉呢，就像去年2月25发售之前就在使劲扑热度的 Croissant 一样，目测想要把这个系列推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你们注意看宣传片里是整个氛围感拉满，要不就是有同色系的背景，要不就是模特穿着本身就和包相呼应的颜色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系列颜色饱和度高，自然会导致穿衣风格的单一化，但这就是各位刘亦菲们体现穿搭功力的时候啦。老实讲，实物是要比图片看起来更有质感的，如果选我反而非常推荐雾霾蓝和奶油黄这两个颜色，因为都已经买到这个系列的产品了，就不要再买黑色了。这个系列的黑色呢，有种说不出的塑料感。如果你已经有很多 Louis Vuitton 的包包，实在是觉得太 boring， 这个夏天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糖果色系，但入手它们就不要想着什么保值啊，美就完了，买的开心最重要，它也完全不适合作为第一支 LV 包来入。不知道以上的包包各位小仙女们入了几个呢？我是乖，我们留言区见。